顶喉心啊，身体往前扶，到垂直的时候停一下，吸气啊，气沉丹田，吸满，然后闭气下去，推，呼，吸，佛光普照，遍满全身。将身体里面末气明点的构障、身口意的构障完全排除，呼，下巴顶出来，画大圈，到肚子下面推起来，吸，推，呼，吸。就配合呼吸哈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呼吸闭，呼顶喉心，身体往前俯，吸闭推，呼。吸，全身充满着光和气。好，呼，把所有垢障排出来，画大圈，腰下用力往上挺，推，呼。吸，好，最后再来一拜，呼吸闭，呼顶喉心，身体放松往前压，到垂直的时候吸气，气沉丹田，闭气下去，推，呼，吸，全身从头到脚底，全身充满着佛的光和气和能量，然后把身口意的所有垢障完全清除，呼，下巴顶出来，画大圈，手画大圈，推，吸，好，推，呼，吸 ，OK， 有没有问题？